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频道有9个月没有更新了，首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主要是因为我换了一份工作，新的工作呢是软件销售，需要经常的去客户那里沟通，也有一些饭局啊、应酬之类的，所以没有整块的时间进行录制视频。那么我争取2022年坚持把这个频道做下去。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网站是一个中文电影字幕下载，还有4个英文或者说其他语言的字幕资源网站。第一个网站是点点字幕搜索，网站的界面非常简单，就是利用强大的搜索，能够快速准确找到你想要的影视剧字幕。下面有最新字幕，大部分都是最新上映的影视剧。我们就利用这个搜索找一下《疯狂动物城》，搜索一下，点击。你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好多种版本的，基本上是 SRT 的字幕形式，还有个别的是 ASS、SSA。语言这块儿，你看到国旗，这就是中文简体的；还有香港的，这就是繁体英语。这是双语字幕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，然后点击选择下载，非常方便。我们来试一下史蒂夫·乔布斯，可以看到3个版本。来源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些字母组。一看这个 YYETS，有名的大的字母组，所以它的质量是更可靠一些。第二网站是 tvsubs.net，这个网站主要聚焦于电视剧的字幕资源下载。网站的主要是以英文为主，也有其他的语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现在是比较火的、流行的这些字幕。这个是《Law and Order》，这是美剧的一个好几年了吧？这个是2020年这一季，这是第18集。点击下载就可以，好像默认是迅雷下载，点击下载非常快。第三个网站是 YTS 字幕。网站的风格深黑色，视觉效果很好。只不过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广告，最上面是最新上映的一些电影，下面是最新添加的电影。在这一块儿，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些电影的基本情况、故事情节、上映的时间、时长，还有在 IMDB 上面的评分。右侧的是大家观看比较多的一些流行电影，我们就随便点一个，点的《沙滩印》，这是一个喜剧，也是一个恐怖片儿，我没有看过。往下拉，在这块儿是所有的字幕，你看这是一个阿拉伯语，这是上传者，然后在这块儿也可以下载。这下有英语，还有这叫什么？Farsi，是不是波斯语啊？还有印度尼西亚语，还有马来语、西班牙语，方便学习英语的爱好者使用。第四个网站同样是一个外语字幕资源下载网站，这个网站主要是以英语、法语为主，字幕更新的特别快，你可以找到最新的版本，还有也可以上传的一些影视剧。第五网站是 DownSub。这个网站有很多语言版本，其中支持中文。我觉得这个网站很可能是中国人做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支持的网站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哔哩哔哩，还有爱奇艺，还有腾讯的这个 VTV。网站的使用非常便捷，看输入这些网站的影视剧的链接就可以，然后直接可以下载字幕。那它支持的是格式是 SRT、TXT、VTT，因为一些影视版权的问题，我就不展示了，大家自己下载使用即可。OK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